一会儿我会在北部森林弄出浓烟，假装发生火灾，吸引魔法密林和希纳斯骑士团的人过来救火。你就趁机逃去废弃都市，那里是消息云集的飞侠之城，和那里的人搞好关系，就能打听到坊间流传的各种消息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收集到有关希纳斯骑士团和黑色之夜的情报。不过据说废弃都市的居民不太容易接近，你要用点手段才行。最好先和村里消息灵通的人搞好关系，那些整天在街上游荡的街头混混们一定掌握着不少有用的情报。准备好离开魔法密林了吗？我可以用移动卷轴送你去六岔路口，后面的事就交给我，你马上去废弃都市吧。都准备好了，等你出发后，我会按照计划释放浓烟，把他们引到北部森林。哎，新面孔，第一次来废弃都市吗？欢迎来到飞侠之城，不过在这里最好放聪明点，不然会有苦头吃的。记住，永远不要放松警惕。哎，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给我说说那边有什么好玩的事吧。我是个情报员，如果是有用的情报，我可以付费购买啊。哎呀，真不是我不肯帮你，我的权限不够。你要的高级情报，只有达克鲁和雪姬那种级别的人才能接触的。啥？你不知道他们？他们可是支配这座城市的飞侠团和暗影双刀的首领。想让我帮你介绍介绍？可以呀，不过也不能白给，你得帮我搞到废都医院的情报。那座医院废弃很久了，里面特别阴森，平时别说是人了，连只虫子都见不到。不过不久前里面开始传出沙沙的声音，据说是只猫，不过小家伙可机灵了，一有动静就立马藏起来，根本没法确认。我想把它引出来，听说小猫都喜欢三眼章鱼触手，你帮我去废弃工地整点这个吧。哟呵，你身上都是三眼章鱼触手的味道，小猫如果闻到，不得为你吃，为你狂，为你哐哐撞大墙。哈哈哈哈。放心，你衣服上都是这个味道，根本用不着诱饵。去了那儿，小猫一定会被吸引出来。趁着味道还没散，赶紧去废都医院看看，是不是真的有小猫。你不怕我吗？你不怕我吃了你吗？不过我是幽灵，不是九尾狐，我只是有点好奇，竟然有人不怕我。你不会是来赶我走的吧？废都医院是我的家，才不是我弄的，应该是那伙黑影发出的。他们之前闯进这里，把医院翻了个底朝天，而且来了好几次，不过他们没发现我，因为我藏起来了。
你说什么？那个废都医院里面竟然有幽灵？看上去像黑影的入侵者，把废都医院翻了个底朝天。他们到底是谁？竟然还特地做了伪装。这个情报很重要，谢谢你。我这人很讲信用的，说好了给你介绍达克鲁，之前你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已经联系了。没想到他早就知道你了，他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以他的地位，如果你可以得到他的认可，没准能拿到更多你需要的情报。那边有个书店，是飞侠团的据点，达克鲁应该就在那里。你到了先去爵士咖啡屋看看，祝你好运。你好，我其实一直有在关注你，这一路以来你的表现都很出色，所以我很期待与你的见面。希纳斯骑士团、黑色之翼这种级别组织相关的情报，普通人很难接触。你来找我算是找对人了。那我们就不兜圈子了。如果我把情报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没想到传闻中的幽灵医院真有幽灵，是我疏忽了。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聪明，我喜欢和聪明人聊天。这样吧，我们来做个交易。听说过领主匕首吗？那是达克鲁代代相传的珍贵短刀，现在被暗影双刀首领雪姬藏了起来。她是上一代达克鲁的女儿，说匕首是她父亲的遗物，但那是我们飞侠团的宝物。既然我继承了达克鲁之名，就有义务守护他。不过雪姬很精明，肯定不会藏在据点里。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也只能暗中搜寻，进展缓慢。我希望你替我秘密寻找领主匕首。当然，暗影双刀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拦你，所以你最好谁也别相信。具体的细节我们去房里商议吧，我这里肯定比外面安全，不过也说不准他们正躲在哪里偷听。总之一切小心。看你涉世未深的样子，肯定不是那个达克鲁的手下。我叫红亚，是暗影双刀的成员。最近飞侠团的行为有古怪，所以我就混进来看看。没想到中了那个卑鄙的达克鲁的陷阱，被关进了这里。哎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告诉我吧。小屁孩，你说谎的水平太次了。唉，知道我为什么会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吗？因为我们处境一样。哎，是达克鲁让你来这里的吧？这就是证据，因为这个房间就是达克鲁的陷阱。哎，你好像不相信啊，难道没感觉吗？达克鲁的手下正藏在暗处盯着我们呢。如果不解决掉他们，我们谁都出不去。怎么样，厉害啊，那些手下竟然没一个是你的对手。现在肯相信我了吧？达克鲁之前都是骗你的，那家伙为了隐藏飞侠团的秘密，一定说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话吧，之后把你骗进来关着，这样秘密和你就能永远掩埋。现在
知道达克鲁是什么样的人了吧？所以和我联手吧，啊！只要你把飞侠团的秘密告诉我，我就给你想要的东西。这个交易你不仅不会吃亏，还可以反击背叛者，一举两得。切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先回飞花院了，你要是想通了就来找我。如果你还想去质问达克鲁，那我就祝你好运吧，小屁孩。冷静点，别那么生气，我没有背叛你，这一切都是测试，确认战斗力和可信度的测试。你把我精心训练的部下统统打倒了，不仅如此，我本以为你可能会背叛我，你却一直保守着秘密，非常好，恭喜你通过了考验。现在开始真正的交易，之前寻找领主匕首只是个幌子，我要找的其实是暗影双刀的首领许继，不久前他突然失踪了，你现在去地铁售票口见见雪姬的心腹，具体情况他会和你说明，也会协助你搜查。如果你能找到雪姬，我会如约把你需要的情报告诉你。小屁孩，等你好久了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侍奉暗影双刀首领雪姬的红亚，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伙伴了，请多多关照。在这之前，飞侠团和暗影双刀的成员们已经搜查过整座都市，可惜都没找到雪姬大人。不过这个结果也正常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找的具体是什么。失踪事件只有达克鲁和我们知道，要是暗影双刀首领失踪的事情传出去，废弃都市就会陷入混乱。不仅如此，这片大陆和冒险家组织甚至是冒险岛联盟都会受到影响，所以达克鲁决定在组织之外找一个既可靠又能干的人帮忙，被选中的人就是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秘密地寻找雪姬。首领消失的地方就在这附近。当时我和雪姬大人一起，正在追踪黑魔法师的军团长司乌。那个家伙曾经伤害过我们首领的父亲，也就是上一代达克鲁。为了向他复仇，我们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在追踪他的下落。好不容易在废弃都市地铁里发现了线索，雪姬大人却突然消失了。唉，可能是我个人能力有限，竟然一点痕迹都没发现。雪姬大人之前曾经交代过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泄露他的事，但这次实在是太棘手了，所以不得已向达克鲁求助。你问我们和飞侠团的关系是不是很差？曾经是死对头，但后来误会解除，关系就变得亲密了。而且对达克鲁来说，雪姬大人是特别的。言归正传，我们先从废弃都市地铁开始搜查吧。不过那地方很黑，地形复杂，非常危险，所以开始之前需要准备几样东西。地铁售票口那边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东西，你找的时候仔细一点，每个角落都别放过。Thank you.
辛苦你跑这趟了。东西都齐了吗？不错呀，东西就先放我这儿，我们开始吧。我最后一次见到雪街大人的地方是在地铁一号线第一区街。首领失踪之后，我独自找过一圈，但毫无收获。不过也可能是我过于着急，漏掉了线索。这次我们再彻底的查一遍。哦，为了不耽误时间，我们分一下工。你负责处理那些碍事的冥界幽灵，我负责搜查铁道。每个角落都仔细找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去一号线第二区间看看吧，跟我来。你怎么一脸便秘的表情啊？有什么话就直说。啊，确实忘了那些垃圾桶了，再去看看。这不是绷带吗？好像才拆下了没多久。啊，该不会是雪姬大人的吧？希望不是他的，但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看来得换个调查思路。之前为了保密，没问过这附近的人有没有什么线索。但是眼下顾不上这些了，必须赶快找到雪姬大人。地铁售票口有个工作人员叫冬青，他每天都在这里上班，也许会知道些什么。哦，别担心，我自有我的问法，不会泄露秘密的。你们好，刚才我就见你们在一号线里走来走去，欢迎乘坐废弃都市地铁。抱歉打扰一下，想向你打听件事。啊，当然，我们会支付情报费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刚好今天的工作还没做完，你们能去二号线第一区间帮我回收那些被怪物们捡走的遗失物吗？哇，你真的愿意帮我吗？那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回来了，这就是今天的遗失物吗？哎，有点特别呀，竟然捡到了这么多稻草玩偶，难道是人偶商人坐地铁的时候掉的吗？哎，总之谢谢你，这样我就能早点下班了。现在该回答我的问题了。最近有在地铁里见过一个时髦的冰山美人吗？时髦的冰山美人？啊，对了，之前在巡查的时候好像见过，当时那个人在地铁那边。啊，走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听到冬青说的话了吗？现在我们去搜索地铁二号线第二区间吧。还是老规矩，你负责赶走小幽灵和大幽灵，我负责搜查那块区域。啊，时髦有型的冰山美人，在这座城市里拥有那种气质的女生就只有我们首领了。也就是说，冬青看到的人绝对是雪姬大人没错。吓死我了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脸上缠着绷带啊？我散步的时候迷路了，然后不知怎么走到了这里。这附近有大幽灵，所以我被困在里面不敢出去。好在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，再见。就这么消失了？那就是传说中的幽灵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
哦，对了，垃圾桶的绷带好像是那个幽灵的，总算安心一点了。等等，难道冬青说的时髦的冰山美人是那个幽灵？啊，没想到废弃都市还有那样的女人。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区域，去搜索二号线第三区间吧。走吧。不过，你在搜索二号线的时候，有没有察觉到奇怪的动静？我本以为是不久前的那个幽灵，但应该不是。它消失之后，我还是能感觉到某种微妙的视线，好像有人在很近的地方窥视我们。嘿嘿，又见面了。我是来特地找你的，还以为你在魔法密林呢，什么时候跑到废弃都市来了，害我找得好苦。少套近乎，大家关系没这么好吧？那家伙是黑色之翼的干部，肯定是来妨碍我们的，对他不用客气。是吗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动用武力了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强了？看来打是打不赢了，那个，我们谈谈吧。我真不是来打架的，我都不在黑色之翼了。小屁孩都喜欢骗人吗？以为我不知道你对奥尔卡有多忠心？哼，因为那个疯子格里梅尔背叛了奥尔卡大人，控制了黑色之翼，现在还自封为首领，和黑魔法师进行交易，所以我才退出了组织。这样的黑色之翼根本没什么好留恋的。现在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了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除掉格里梅尔。我猜你们现在正在找暗影双刀的首领吧？我知道他在哪里，你们去诺特勒斯号上看看吧。你有这么好心帮我们？是不是在打什么鬼主意？现在格里梅尔盯上了你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所以我才帮你们。朋友？哼，我们暗影双刀永远不会忘记，是军团长斯乌把上一代达克洛鲁推进了无底深渊，而那家伙和奥尔卡是双胞胎兄妹，所以不管是他们还是追随他们的你，都是我们暗影双刀的仇人。信不信随你们的便，反正找不到那个女人是你们吃亏，我可好心提醒了，别到时候后悔。你真的相信那小鬼的话？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想法，不过我是不会去的，我才不上那小屁孩的当。我会和达克鲁说你去诺特勒斯号寻找雪姬大人了，总之你自己小心。哟呵，好久不见。